个鱿鱼，哎，一级随便干啊，打鱿鱼，鱿鱼一级就是个屁，啊，就是屁，先把他鱿鱼丝儿给他拆了。我们少吃了一个兵，那他得少吃三个兵。遇上来点点，在这空线别让他补刀。这把把游戏时间控制在20分钟，否则就会被对面翻盘。啊，就对面的阵容全是后期。前期不努力，后期就暴毙。走位，吃个鱿鱼丝儿。他敢补这个兵，我们就 Q 他一下。这小子二级不知道学的什么啊？先走位，别吃他 Q， 别给他回血。一 A Q 走位要拽我们，可以，我知道他学的拽了，那么就不怕他的鱿鱼打我回血了。可以尝试一波越塔，先 E 他一下。顺便收兵 ，A 接，哎，这 Q 没 Q 出来 ，Q 一下，平 A 点炎，一 A 打不溜走，哎，阿木木来了，桑枝木以乃，直接 E 这个吃个药，这石头人打人有点疼啊，这，哎，他怎么能这么长的距离都能 Q 到我呀？好长哦，真的好长哦。他在这儿扣到这儿，你算算这个距离。梦魇跑肯定跑不了，必死。那有减速，那阿木木有扣。呀，兄弟，你居然跑了。这波阿木木应该要是去吃河蟹啊，应该是要去吃河蟹，我们直接过来找他。脑袋挺大的啊，那个脑袋挺大的，脑袋大，大脑袋。没事，直接平 A 他就可以了，直接把他收了，收了可能还能吃一个，还能吃一个卡特琳娜，双杀，正常操作。不值得大呼小叫，都坐下，回来吃兵。我的兵有点多呀，看看鱿鱼瞪不瞪我们啊？他只要敢瞪，他就死。E A Q， 瞪完就跑是吧？跟他打，不用交闪，这波我们有一级了。归零摁的不好，吃一层塔皮。啊，木木没在，他去在下路。一共就我死一把，哎呦，回家了。回家这把不能出三项，这把出三项杀不到人，太幼了。鱿鱼肯定是很幼的，阿木木肯定也是很幼的。我们得出一个分离者，出完分离者啊，他们俩装备不是特别好，我能一打二。老公，你别再塞鼻孔了。为啥呀？现在越塞越大。不会的。我都可以给大家表演个才艺。你别表演了。我可以把两只手指头插进你的鼻孔。大家应该不太想看到这个才艺。
也没听说过鼻孔越塞越大的，没听说啊，这不应该不会，人体的构造应该不会因为擦鼻孔而改变。抠一下，一 A 点燃 W A 加双抠转起来，一个抠把它秒掉。D 一下，继续拆它打皮，拆的越快越好，这波必须得一直拆。拆的他们家塔越多，对面的胜率越低。别看我们家现在六杠二，打木木这英雄一定不能让他打到中后期，前期就给他扼杀住，用最快的速度把游戏解决。也别狼啊，龙还是对面的。你说你个梦魇打个阿木木能让对面给拿龙了，回家了。一千一，分离者，分离者出完，我们出一个九头蛇，收集者，收什么集者？收集者，我看你像收集者。节奏好快呀，新版本就是节奏很快。啊、哦、没开，开一个。忘开了，给你们开一个预言啊、哦。你要看咳血战斧不行，咳血战斧打不动人。剑魔比较适合咳血战斧了。下回一定把这阿木木给办了。我们直接拆塔不管他啊，打不了一手，抽一下，别急，这边等他电那个余震完事的，先 A， 再 A，A Q E 转起来，走位 ，A Q 再转，刷个阿木木，直接 Q 死他吧，哎，眨眼 E 一下，回头 Q。我们的装备，这就是装备好，你知道吧？这要是不是装备好，这打俩指定是打不过。出三项也不一定能打得过，出三项伤害不够，太幼了。啊，木木连大都没有啊，跑我上路。回家了，红没了。再把这样，我们出破败，提亚马特，把他们疼一点。破败能打得动。哎，这剑圣确实是有点克制卡特，我发现。转的时候我念咒，你这儿不掉血没控制。哎，小光头把你头发给你拔了，把峡谷打了，打了峡谷就开始拆账。这个峡谷先锋别吃塔皮，吃塔皮二塔掉不了。好，峡谷拿下，吃口屎。现在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蓝不太够用，要能再有个蓝 buff 就好了。
我们有吸血，对面没重伤。我们有推线，有百分比掉血，有突进，有控制，有破甲，有爆发。哎呀，无敌了！这鱿鱼现在打我们都不掉血。A Q 点燃转起来 ，W 就一手 A 双 Q， 耶！ Yeah? 把峡谷放了，放一头可以，没人来上高地了。别死，好，八十滴血，我给你扛小兵，再创一头，你怎么回头了？这波我们保着这峡谷先锋，让他创，先闪现一手，好，让他创一手。注意，别让他捡那个匕首啊，往下走，别往他匕首上面走，往他匕首上面走必死。来啦。来勾引一波，剑圣可以收割。没死，九头蛇吧。女警已经 rampage 了，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扼杀在摇篮之中啊！别让女警无敌。哦哟！一定要赶紧拆塔，下一波上路直接给他拿下。我们先拿个双 buff， 然后上高地。这阿木木什么意思？这你不抠他？去治一治女警，我不用治他。我用兵线来治他，这还不用我们出手。精神病才去打团战呢。你给我发问号，你给我发问号。这波得一打三，这波要想一打三怎么打？得女警不在，女警在我们打不了，女警不在我们就能一打三。转起来，先把鱿鱼杀了吧，鱿鱼的虚区比较高。卡特杀，剑圣快快快快！卡特没啥虚区，女警没来，全死他们。吹波 Q。只要女警不来，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废物，都没有啥用。高地拆掉，卡特装备其实不错，就是我们有点太幼了。拜拜了，走位，走位。你真敢舔呐！我这一看呢。哇哦！黑扣 E A W 走不上。哇哦！这女警一个人把我们家杀没了，去下路找她，我看怎么回事？怎么事呢？这人无敌了。你无敌一个我看看，你无敌一个我瞅瞅，还要无敌？
哎呀，我的车！把他下塔给他拔了。二塔也给他拔了，哎，小光头可以杀呀，射他，射他头，我的天哪，金能跑，没事，继续拆，那小光头没大了，给我拆塔，算了，我上了，这拉克斯怎么死？我上了，下边再来，先回家出点装备。我差了100块钱，我就打个三郎。拉克斯变成一道光。现在他们连超级兵都打不过，你看着吗？这鱿鱼，把这个卖了，出个蟹手，去下路拆啊！现在要在2分钟之内把下路的高地塔给他平了。这边是打峡谷去了。两条龙，这第三条龙不能给了。我们现在战斗力有点强，暴力点呀？什么暴力点？这就很暴力呀！这猴就得这么出装，你不能一个落手你出无尽吧？现在呀，而且对面控又这么多，那不控住就死了吗？你能一刀一个行？你那小光头你能一刀一个吗？日女你能一刀一个吗？小龙打了。蟹手还不暴力啊？嗯，拉倒，别扯淡，你俩跟我打，嗯，大我瞎大吗？这不，哎，这波勾引一下啊，来波一打五，也不是一打五，来波五杀，对面的人怎么都来了啊？先让梦眼勾引一下，让他们上，哎，让他们上，左边先插个眼啊，别打。可以打勾引一下，比如说打他们家一个蛤蟆，女警我要上了，他敢点我他就死，没事，我有蟹手，问题不大，出塔来 A 一 A 再 A 一，给我刮痧吧你，闪现走，我大意了啊！我没有闪，把高地拆了。我说了2分钟之内要把他们家下路高地给拆掉。出一个黑切。走了，不能再打了啊！再打了团灭了，不打了。28-20，28-20。其实他们家劣势没多大，一波就打回来。千万别让对面找着机会啊！千万别给机会，一点机会也不给。中路可以打，卡特没在。就杀这女警 ，AQ 转起来，还挺骚。杀小光头，鱿鱼来了，我们先走位一走。
小光头人呢？那大我一个人，你们上哪赢呢？卡特在后边呢，没关系。对，吸点血。这怎么的呀？这鱿鱼呀？这鱿鱼就一个人，卡特又没大。把它收掉。等把对面三路都拆完了，那就稳了。现在这波女警活了，看看好不好上啊？我敲你的头！你看我装备这么好，我敲他一下才290。走，大龙，不拆了。对面已经掉了八座塔了，不拆了。抢东西。你跟我来呀、啊！你不打呀？那我自己打了啊！找不来，你找来。有蓝 buff 就可以自己打，没有蓝 buff 差点意思。回家黑切。大龙拿完以后，下波中路给他拆掉。小龙也得要啊，这个小龙不能给。看看他们家人在哪儿啊？日女直接杀，让他大我们，让他抠甲猴。梦魇去三代，我们这边打小龙。你还跟我在这玩跳弹，小伙子，你不知道我有跳弹吗？你打我有什么用呢？就剩女警一个了，这女警是真猛，她能把剑圣给打死，我真是没想到。这都不用理他，先杀一下卡特啊，帮 ADC 杀一下 EAQ。 哎，跟你进塔来 Q 一下 EA 点烟转起来 W。 我靠，这超级兵死的有点快呀、啊、你家没你输了，肯定输了，因为阿木木这个英雄打到现在这种时候，女警还起来了，那么就已经没了。